什么？我们打算去吃饭呢。对对对，安顿好了打给你。那拜拜。你不知道这丹妈都知不知道？80%保平安的话都是假的。哎哎，行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！你妈利索了一辈子，现在成这样，干什么呀？心里憋屈。你妈的鞋啊，是整整齐齐的摆在海边上。这以后啊，她身边千万离不开人了。爸，我还是回来吧。北京也没啥好待的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凉吧。我完全可以跟你回老家。不想耽误你。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活到这个年纪，觉得自己还没长大，父母就走了。你妈呀，背地里老跟我闹脾气，说拖累了你。回北京干嘛？你让你自己的人生不能让我哭了。